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从麻将粉丝开始了。这个麻将粉丝还没拌匀，哎呀，这个热气，哎呀呀呀呀！拌好了，姐妹们，我今天用的还是这种双层的防套碗，一点都不散热呀，姐妹们。哎呀，哇，哇，超级多芝麻酱，太香了，姐妹们。他妈太烫了，哇！好久没吃麻酱粉丝了，哇，好好吃！哎呀，妈太爽了！姐妹们，哇，又热又辣又香，噔噔噔，我又点炸串了，姐妹们，因为实在不知道吃啥，我们小县城有的东西太少了。好了呀，姐妹们，我又来了，先来个金针菇，拿块干，爬上去算了。什么什么？哎呀，我的亲天爷！我腮帮子，我的咬劲太多了。姐妹们，炒方便面可丰富了，鸡蛋、火腿肠，然后胡萝卜、洋葱、火腿肠，对，就这些配菜，然后炒了两包面，非油炸的方便面。干嘛？哎，我的亲天爷，往里倒了点麻酱，我的天，立马不一样了，姐妹们。
我的手艺又进步了，姐妹们。面加的少了，配太多了，都没有啥面。花椒，配菜太多了，有点咸，我往里搞点米饭。米饭来了，姐妹们，这么给它一搅拌，它不就没有那么咸淡那么重了吗？配菜加太多了，下回我得多炒点方便面，面比菜好吃。哎妈，刚刚好，哇！下回就不用加那么多方便面了，就炒两块，剩下的配菜拌饭刚刚好。嗯，慢慢慢，一菜两吃啊，姐妹们。嗯，今日份的抚养喝锅呀，姐妹们，茉莉蜜茶。这种小口不得劲儿，还是麦冬这种大口得劲儿。这种小口我不会容易呛的。还是用杯子得劲儿，这种小口我不太会用。没油啦，拜拜，又应付完了一个视频。噔噔噔，两份特辣的老式麻辣烫啊，姐妹们，妈妈口水都出来了。一次性吃两碗才过瘾，来，先来一碗吧。这种老式麻辣烫主要是蔬菜和粉条，没有啥丸子。你嚼过去一点，豆芽的大白菜。太好吃了，奶好烫，再来一碗，姐妹们，妈，还爽不爽了？粉条都断了。
太爽了，姐妹们。感冒犯了。妈，太爽了，妈太大了。麻酱锅把饭包装了，原来是透明袋，现在是这样，这个袋子分量口感和外面完全一样。